start.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摩登兄弟刘一宁，欢迎各位。今天也是这个晚上有点工作，然后忙活完了之后呢，忙活完之后想说那一看好像还挺早，我的挺早就是9点钟左右，我觉得还挺早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呢今天周末嘛，很多朋友估计都在家呢，然后咱们就小播一会儿。小播一会儿起步3个点，我现在怎么感觉已经给很多朋友心里造成阴影了啊！我就一播好像就担心自己要熬夜啊，没事儿啊，熬不了夜你去小孩那桌坐的，去吧，去小孩那桌坐的啊，去吧。就是因为我就讲究一个，咱就是讲究一个管饱，咱这一块的啊，咱这一块是讲究一个管饱。就比如说，你看周一、周二、周三我的剧更新嘛，对吧？周四不更新了，然后那个开始推理吧更新了，啊，开始推理吧4、5、6更新完了，是不是一天更新一集1个多小时？然后更新完之后，礼拜天嘎给你直个播。咱是现在就是每次都是7天乐，反正这一周都是让你就是闲不住啊。有朋友说宁哥刚开直播吗？刚开这个5分钟啊。有朋友说宁哥我今天过生日，那在这里呢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然后生日快乐，好不好？那你在这个过生日的这个日子里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然后来看看我，我觉得你也是拿我当朋友啊，也很荣幸成为你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还有我们这个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都会祝福你生日快乐，新的一年能够这个长1岁了，能够这个越来越棒。有朋友说来了，说老大，我是美美星球，你爱谁谁。然后这样，你说宁哥这个没洗头吗？我洗了，我每天都洗头。我在你们的一个印象当中是一个这个不讲究个人卫生的一个人吗？不是吧？啊，洗头我每天都洗啊。今天播几个点啊？你管我。我刚开播你就问我几个点儿，这个东西不太好。这个问我呀，问我播几个点儿，就好像是
就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比如说我一开播，有朋友说宁哥你今天播几个点，这种东西就稍微有点不礼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首先呢，第二是什么，至于就属于行业机密。就是好像你跟你同事，你俩虽然是干的同一个工种，你好意思问你同事说开多钱工资吗？哪怕你问了，你同事也不敢告诉你啊，是不是？他就属于是一个性质的。有朋友，你声卡好了没？声卡我没换，我就是还是一会儿如果讲到一半声卡声音断了，然后你们也多理解，因为有时候我一激动声卡有点受不了，然后呢声音要是没了你们就等我一会儿好不好啊？你们就是要不就你们就等我一会儿啊。哎，有朋友开始叫我刘下水哥哥。上个节目一个口误也让你们就是给我笑话到了啊！我是留下来，不是留下水啊，留下来啊，口水流下来了啊，就看到了下水，口水流下来。我说宁哥看出来你在这个节目玩的挺开心，是不是就挺开心啊？开始推理吧，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之前也说过了，我说就是我去这个节目就有一种很放松啊。首先这个节目里人都特别好，然后呢相处了一期两期之后就很熟悉了，然后开玩笑也能开得起，然后呢就是不是说开不开起玩笑的原因，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可以很放松，你一放松吧这个节目整个氛围就看起来很放松啊，所以观众也是都能看出来的啊。我记得之前还说那个什么，还说那个说哎有人担心说哎这种节目一看这些人，我记得好像看了一个评论说啥呢，就那天我们六个人不是开始推理吧，不是那个直播了吗，啊六个人直播了，然后呢有人就在这个公屏上，就是也不是公屏吧，回头呢就在这评论说什么呢，说哎呀这场直播看起来有点尴尬呀，感觉这个六个人都不怎么熟，就是在那被迫营业的感觉啊。哎呦我天哪，就是这个是纯纯的在那胡说八道，我跟你讲，就是已经很熟了啊，已经很熟了，录这么多节目以来我感觉已经很熟了，你告诉我怎么叫熟，就是我们六个人在这直播互相坐腿上是吧，洗脑门上，然后就显得好像是我们在这里边打打闹闹，然后我们再去揪女生头发，就感觉好像是熟了是吗？是不是？那这怎么那还得怎么熟啊，已经很熟了，非常熟了，就是你说你录个节目跟人录十天，你说成为一生的好友，我觉得这个有点扯，反正就是关系很好就不错了就行了啊，你到时候你录个节目成为红颜知己了那还行，对不对？那也不至于，反正就是都已经很熟悉了，而且人都是，我说实话这个节目当中没有矫情人，特别好啊，而且我们玩的什么东西慢慢越来越有团魂，你们往后看你就知道了，就慢慢这六个人呢就是有点就是团魂这一块就起来了啊，就是你明明感觉到这个团队里有这个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啊，以为打得不可开交。没有开玩笑啊，就是那种就是团魂后面慢慢就来了啊，慢慢就来了，你到时候你自己看看就大概就知道了啊，就挺已经很熟了啊。有朋友说第二期整体都很好看，
那毕竟是这个，我们首先第一期呢，可能去着，说实话，录第一期的时候，你宁哥别说别人了啊，我别人肯定比我强，你宁哥去第一期有点就是蒙圈，非常之蒙圈，就是我因为我没录过这种东西，没录过这种综艺节目嘛，像以前录什么那种什么唱歌类的节目去了，我知道我今天要干啥，我今天把两首歌唱好就完事儿了啊，我就是提前就是练歌。这个东西吧，像这个录这种推理综艺去了，你没法提前练，你知道吗？这没什么可练的，就不是说你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是我没法玩磨呀，那磨啥呀？我平时啥也不知道去了，而且去了吧之后呢，第一期呢，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许的小懵，然后呢，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我在里边就是不是特别放松，但是别人表现都很好啊，我第一期就没那么放松。然后呢也拘谨，也不知道有些话该说不说，就是有些话你知道吗，我特别怕什么呢，我特别怕就是那种我在里边的一些脑洞，因为我这人脑洞还相对来说就多一点嘛，然后就胡说八道这一块嘛啊，然后我当时第一期去，我怕什么呢，我怕就是在里边我太胡说八道了，一堆说了一堆废话，然后观众一看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刘雨宁好像是有点像个二傻子似的啊，就感觉我怕我就说错话，说的东西推理驴唇不对马嘴的，到时候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在里边就是那种是个傻子啊。当时你宁哥第一期去的时候有那么些许的包袱啊，但包袱这个东西不是偶像包袱，是这个智商包袱啊，智商。然后呢也不咋敢去推理，也不敢说话，有的时候提出一个想法之后又不敢去延伸的去说，然后就怕说完之后我怕让队友觉得这个队友好像有点傻，所以有点稍微有点拘谨。然后录完一期之后，我觉得就是录完一期嘛，第一天录完了嘛，我回去一想，这帮人跟我也差不多呀，啊，跟我也不相伯仲啊，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这些我们智商这一块，哪怕有人比我聪明一点，哪怕有人比我稍微的就是笨拙一丢，但我们都不相伯仲，也没差多少。所以第二期就放松了一些啊，大家也都放松了，估计他们也在想啊，这些人好像也不是特别聪明，那来吧啊，就是可能就是造成了就是后面就熟悉了啊，放开了。智商还是在线的，完那玩意儿吧，就是智商这一块确实是没有。往后，但是玩着玩着你就进入那个氛围了，你无论怎么样你就觉得好很好玩了啊。就是其实你说到底说你有多聪明，展现在里边展现你的智商也没必要，对吧？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大家一块把这个案子解决了那种感觉，那个过程我觉得很好玩啊，从一步步探索、搜线索呀、审问呐、啊。包括后面我们的脑洞啊，这些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好玩的啊。你要是就是讲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要显示你有多聪明，那你就别来这个节目了，你去那个最强大脑好不好，你就去最强大脑那就完了呗，对不对？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它算一个特殊题材的一个，还是一个就是综艺节目嘛，对吧？它也不是说一个就是那种说需要纯纯的说智商比拼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享受过程，玩得开心，而且那这些嘉宾又非常好，然后呢就挺开心的啊。有朋友说宁哥你可以试试最强大脑。有朋友说宁哥你可以试试去一下那个最强大脑。我想说什么朋友们，就是追星这个东西啊，千万别盲目好不好，就别盲目追星，觉得好像 你喜欢了个人，喜欢了个 idol， 他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
哪怕他在你面前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你别，你心里得有点数，你宁哥这个智商确实是不太行。智商我行的话，我就考大学去了，我何必学厨师呢？最强大脑，我去了最强大脑，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去完之后，我估计录一期，我就觉得我这个脑子可以扔了。啊，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脑子到时候可以拿出来给我家小狗吃了，因为留的没用啊，啊没用，我就给它吃着玩呗，啊让它玩去啊。有朋友说宁哥，那你脑力不行，那你去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呗。你宁哥就是，你要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我不是说脑子不行，我是哪哪都不行。我这个体力这一块，我这个就是运动细胞这一块，确实你也是知道的吧？我家老粉儿都知道，我就是，比如咱别说上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就随便去个以前的那个像。那种综艺节目去在里边跑一下跳一下，就当时就得踏点吐台哈。啊，就哪怕就是不用，就是不是说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就是那种正常的娱乐综艺节目，上去跑一下跳一下，就瞬间就是感觉要吐了。啊，就觉得犯恶心，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爬坡什么的，就是感觉就恶心啊，所以说也不太行啊。有朋友说宁哥，那你去向往的生活呗。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你要这么一说，我就又瞬间感觉我哪哪都不行。向往的生活我虽然没去过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剪辑的片段啥的，就是在里边好像是人家就是嘉宾之间聊天嘛，对吧，聊天。我这边嘛，我觉得我聊天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怼人。啊，我特别能抓住一些点去怼别人，跟人开玩笑什么的。我上的节目都是我前辈，然后我去了去怼人家，没有人骂死。现在不怼人都被人骂，我再怼了前辈，那火不火了？嗯。要不就我要能去向往的生活，我估计我的功能就给他们做饭吧。啊，厨师这一块我还是可以的。然后刚有朋友说，宁哥你去乘风破浪的姐姐，我去你的吧。首先你宁哥没那么火，说综艺节目都邀请我，那我算老几呀、啊、我算老几呀、啊、对不对，没那个程度，说想去哪个节目，我就是好像这个综艺节目任我挑，我哪有那个面子，我也没有那个脸啊、去不了、而且呢说句实话，我一年现在就是给综艺的留的时间其实非常之少，我也就是我觉得综艺吧，就是一年有个最多两个，我觉得已经到我极限了啊，剩下时间留着别的工作嘛。所以今年算是录了一个什么，录了一个那个开始推理吧，然后就算我今年的一档综艺，然后可能不一定啊，到年末就比如说戏杀青了，到年末我再录一个也有可能，然后呢在其他中间是就是没啥时间去那个什么录综艺了啊。所以你们且看且珍惜啊，我的粉丝们啊，我是跟我们粉丝说啊。你们会说你几月份进组？马上进组了，我还有几天了啊。然后六月中旬就差不多就开机了，然后就开始干活了。这两天就回横店，包括之前在横店干啥的，我之前那个天行剑杀青完之后呢，我一直在横店啊。你宁哥不是在横店玩，也不是来横店旅游的，是因为后面那个古装戏的剧组呢，现在已经在这边建组了，已经在横店建组了。我连续在那个组里跟导演也好，跟那些编剧也好，光那个唯独剧本唯独了一周，已经提前把后面的戏的剧本已经唯独完了
围读完了，然后呢现在也在修改，修改完估计我们还得再围读一番啊，因为这两天我还得去跟导演他们再围啊，再跟他们围一围，因为后面那古装戏嘛，然后把这剧本人物捋顺了，然后我已经是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已经围了好久了啊，导演啥的都是还挺棒的，包括制片人呢，编剧啥们写的都非常的好啊，写的非常的好。我说难道没看到你？网上不有吗？网上不有，你们看没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视频，有一天我抱着我家小狗，那个小狗扛在我肩膀上，你们看到那个视频了吧？就是网上谁在拍着我那个抱着个小狗站在那门口，穿个紫色衣服。那天就是刚围读完剧本结束。啊，那天就是刚围读完剧本结束，那一阵儿都在围读呢。我然后录完综艺回来，我又在横店开始围啊。看到了是吧？对，因为那个后面那古装戏比较大，然后呢把那个东西弄一弄啊，把剧本都围读，光围读剧本围读了是好长时间。然后这两天把欠的 OST 也录了一下啊，这两天欠的好几个 OST 都给录了，录完之后了啊。然后有朋友说不是现代戏吗？现代戏是马上要开的这个啊，马上我也要进组了，马上就是宁哥这两天在横店把那个把这个后面那个古装戏的弄完了，就是剧本都弄妥了，然后也没什么大事儿，而且这事儿是弄头套。因为古装戏这个东西头套很重要，这两天我还去弄头套去，因为那个头套呢就是先粘头哈，然后一点点根据你的这个脸型去给你雕琢啊，这两天在横店还得把头套弄了啊，两个头套，一个头套得弄四个点，然后我在这叭叭一坐坐八个点，反正就得六到八个小时弄那个头套，反正是啊，弄俩头套，因为上次已经弄俩了，一共四个头套，弄头套，然后那个什么后面马上进组，这个进组就开始围读啊，围读个三四天，然后开始定妆什么的，就开始拍这个现代的了啊。有朋友打了一句说你来成都待多久？我说我去成都了吗？你们这个开始推理吧，是不是都没仔细看？里边不说了吗？就是透露他人的一个个人隐私，就是都是犯法的。你们是不是都没看那个后面那个普法那一块？我商务直播的时候说了。啊，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是我自己透露了啊。对对，后面去成都成。不好意思，宁哥就是年龄现在增长有点快啊，这个记忆力也不咋地了，现在有点啊。完了，这个最强大脑看来是去不了了，损失了一档适合我的综艺，最强大脑白费了，我去不了了，嗯，没资格，没有大脑。说那个什么，那你后面拍戏还有时间直播吗？会有的吧，嗯，应该会有吧。我因为我的设备啥这一块的我都带去，然后能不能播到时候再说呗，对吧？我因为直播毕竟是
比如说我拍戏拍的压力大了，我就上来播一会儿，也不一定，看时间主要是。啊。因为拍戏这件事我看的还是挺重的，我们家粉丝都知道，我不能就是进组之后我往后戏不好好拍，每天上来就想直播呢还行。我直播这一块也没有收入啊，我也不说是带带货什么玩意儿的，那不也不弄。我直播就是属于一个就是放松也好，但是我不能光想着直播呀。嗯，一周播一次已经就是算是我觉得是一个极限了啊。嗯，是不是我还得干活，我有想团队要养啊，我这还有未来要发展，还是得努努力啊。有朋友说，那你横店的房子退了吗？怎么是我横店房子退了你要住啊？你要来我这个直播间坐一坐？你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要来我房，就是我房横店房子退了，然后你要租下来，你来感受一下刘宇宁曾经感受过的空间。啊，抱歉啊，没退啊，退不了，不退啊，先留着，反正我回头还得来横店，我就不租了啊。横店这个房子也是挺有意思啊，我之前那什么，我之前。本来就是我之前想租房子嘛，我在前一阵不在横店拍戏嘛，很前一阵啊，然后呢同组演员就在横店租的房子嘛，我就当时我是住酒店，我跟那个演员说，我说那啥，我说那个你走你是不是就离开横店了，他说对，我后面现代戏我就离开横店了，我说那这样子我看看打听打听，我把你房子租起来吧，然后我住你那儿，你那不挺好的吗，他说对挺好的，你住我那个就行。于是乎呢，我就说那行，那我就打听打听啊，我也别说我是谁，我就直接说，我说我就住你那个房号嘛，我就去了。结果我当时一问那个房东，那个房东说啊，我这租金是15000。我说为什么？我说人家这个在这个小区里都是6000-7000，你为什么是15000？他说我那个之前是一个明星住过的。我说谁？他就把那个明星名报上来了。我说那你爱住谁住谁吧，我不住了，坑人嘛，那不坑人嘛。有朋友说还真是七天乐呀，是不是？这一周每周都让你，就是这一周每天都让你看到我啊！周一、周二、周三说英雄，谁是英雄更新，四五六这三天，周四周五周六是那个开始推理吧啊！礼拜天儿，然后这一块我直播。哦，但是这种好日子估计也不会太多，因为剧播完了，综艺播完了，那又得等了啊，又得等了啊！没事儿，反正直播这一块是应该是断不了，嗯。有我求唱一个剑魂，剑魂我就不唱了，因为我没有伴奏啊，因为上节目是节目组那边唱行，但是我这个确实是我这块是没有伴奏，然后也唱不太了啊，算了吧，算了。嗯，你说老板换首歌吧，为啥换歌？这歌不好听吗？啊，我对我现在就是你们现在音乐品味这么高，对我直播间的品味，就音乐这一块都是有选择权了，是吧？我是 DJ， 放什么歌我自己，有朋友清唱吧。
朋友们，你告诉他，你告诉刚才那个朋友说清唱那个朋友，你告诉他他像谁，你告诉他他像谁。像我二姨似的清唱啊。所以前两天有朋友不说了吗，说宁哥你上节目能不会不会展示综艺节目，就是这样事儿的，你有了技能基本都会让你展示一圈的啊。所以唱歌这块是跑不了的啊，唱歌这块是跑不了的，肯定在节目上得唱一段。嗯，得唱一段。黑夜一束光，你们今天就是现在来了很多，今天来了很多歌迷是吗？今天来了很多歌迷朋友，对不对？哦，那我可以来一个，也好久没唱歌了啊。嗯，我看看伴奏在哪啊？黑夜一束光是不是？黑夜一束光谁的歌？黑夜一束光。行，整一个，嗯，留下来的啊，留下来，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这就又来一番儿，行吧，又来一番儿。啊，等会儿啊，特效弄一下，嗯，我得找个歌词啊，这歌词死背不下来。歌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唱完之后电脑会不会就是有一些爆炸什么之类的，估计一会儿唱到高音的时候容易就声音没了，你们也如果唱声音没了你们等我一下啊，声音容易唱没了。未来还能承受多少伤，才练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来一场荒唐。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任他猖狂，任他猖狂。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叫我勇敢，
哎，嗯，哎哎啊，哎哎，要不算了吧，朋友们，算了吧，啊，咱们就是算了吧，啊，算了。就这么地吧啊！下次等我把声卡就是，我又回头又给砸了。我这场直播完事儿，我给声卡砸了。啊！我声卡结束，我播完这场直播我就给砸了。嗯，往后到时候那个什么，到时候我就再买一个。嗯，什么玩意儿？键盘按坏了，好了。行吧，还是唠会儿嗑吧，咱们就是唠会儿嗑吧。嗯，有朋友说这个这么暴力吗？跟暴力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没用了，就是坏了，咱们就是留的也没有什么用啊，就是给砸了。设备这个东西就是出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一种就是一种背叛。嗯，必须得砸了啊。嗯，回头给你们拍一个这个 vlog 砸声卡。有朋友说二手卖了吧，你咋那么坏呢？明明知道它是个坏的东西，就你要卖给别人用。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个坏的，你还要往外卖，对吧？你哪能干这种事儿啊？咱可别干这种事儿啊！以后你们也记住了，坏的东西你卖给人家，你这什么饮品？嗯。声卡这玩意儿真的是哈，朋友们，还有朋友抽奖送了吧？别不不不算了吧，送。我就那么一说，就是有些东西坏了它能修的，没必要就是存砸。我觉得也是电脑的问题，不一定是声卡的问题，可能电脑这个电流的问题，把这台电脑也快坏了，也砸了。啊。有朋友带米去成都吗？带米去吧，应该是带米应该是去。然后那个什么，因为成都因为横店酒店吧，说句实话，那个有些酒店可以带小狗，但是我怕成都酒店不让带小狗，你知道吗？很多酒店正常人都不让带小狗，但是因为横店这一块吧，他总接收演员，因为演员都会带养猫啊养狗啊这种的，他们酒店相对来说就是那个会宽容一点，但是成都可能是酒店不能让带小狗。然后呢，我看看怎么弄吧，我先去，不行就先让他就是晚上住房车，啊，晚上先搁房车里住的，然后那个什么，如果行的话，不行在成都再租个房子也行，租个房子就是，都看到时候再看吧，嗯，到时候再看吧，然后看看能不能行，
看看具体到时候到了才知道吧。让我咬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完了，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就是不好的消息，我刚才就是喝水的时候那个什么，我的水这个饮料洒到键盘里了，现在我这个键盘失控了，我现在这个键盘失控了，一直在那打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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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直在那 Q。啊，好了，哇，唱完好了，嗯，就是刚才就是影响我在唱歌，真的假的？真的，刚才一直在那打 QQQQ， 慌了，我都在那边一直弄，刚才真的是饮料洒到键盘里了，因为是栓 Q 了。嗯，今天一场直播得砸好多东西啊，这是声卡一会儿砸了，电脑一会儿砸了，这键盘也保不住了。手办也砸了，为什么手办也没惹乎我？如果现在我直播后面柜子倒了，我肯定给那个手办砸了。我现在直播后面柜子倒了，给我拍那去了，我一定给他里边东西都砸了。但问题他现在没有犯错，我砸他干嘛了？我说现在剧能说说吗？没啥可说的，这个到时候也等您官宣嘛。嗯，我只是个演员啊，我只是个演员，我也没办法替人剧组去官宣啥的。然后到时候人家去官宣了之后，能放开说的时候，到时候再跟你们聊聊。啊，到时候再跟你们聊聊这个活是咋来的，也挺神奇。嗯，反正我之前的活咋来的大家都知道嘛，人家很多朋友都知道。然后呢，就是我看还有人不相信，说你们怎么那么单纯。刘宇宁说他这个那个有些活是当时就是开始跟白老师吃个饭，后来就演了，那你们怎么那么单纯，他说你就信。问题这真都是事实啊，你如果这个行业很小啊，这行业其实很小，到时候你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怎么没有人出来说到底是怎么事儿呢？就是事实，我给你们说的是事实，没有任何夸张成分的啊，可能在我语言表达上显得很轻佻，但事实如此，真是这么来的。有的是吃饭吃来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合作有那个在像朱导就是在推荐啊，都属于这种，真的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行业很小，你打听打听就知道这些活是怎么来的了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算黑我的一个帖子吧，说啥呢，说那个刘宇宁这个人啊，我你完了又开始了，你看朋友们，看吧，一直在 Q， 看吧，栓 Q 在的，一直在的 Q。
我真的 thank you。哇，这个毽子这么松弛吗？掉了一个，现场砸。悄悄好了，不管他，先不管他，怎么地吧。哎，然后呢，看了一个帖子，说啥呢？说刘宇宁这人啊，长得就太素了。有一次呢，我们公司办活动，请了好多明星来，然后呢，当时因为刘宇宁长得太素了，然后直接就是被人工作人员请出去了。啊，就一看起来就是个素人，一点这个明星相都没有。他来参加我们公司那次，请了好多好多明星来，然后当时就是他一来，人家那个保安以为他是就是来那种来捣乱的，给他请出去了。我不知道啊，我反正我看到了，我看到一个截图，我也不知道是谁哪个微博发的，然后那么一段词儿。首先是这样子，朋友们啊，这个你宁哥从出道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公司的活动。首先，你们就是比较熟悉我的人，或者是哪怕你了解一点我的，都知道我这个人是干嘛呢？我首先我不接商演，我商业演出一场没接过。当然，除了像什么天猫啊、双十一这种的，比如说。啊，拼多多呀，聚划算呐、啊，比如像那个淘宝啊，比如像那个京东啊，比如像这个、朋友们还有什么？赶紧提醒我一下，还有什么来着？这不应该提平台，真的是那个就是还有什么来着？是不是还有就是那个差不多就这些了吧？啊，差不多这些，苏宁电器呀、啊，对不对？苏宁易购啊，对吧？唯品会呀、啊，这种的，对吧？都是那都对。像这种活动，比如说他们搞什么活动，说有个有台晚会，我去唱歌。但私底下，比如说房地产开业或哪个公司说搞什么活动，我从来就没一场没参加过。我一场这种商演都没接过啊，就是我是首先我是不参加商演的。比如第二还有什么呢？就是什么品牌的什么酒会呀、啊，什么什么那种活动啊，我从来不去。什么公司酒会啊，品牌酒会什么的，我从来不去。啊，虽然人也没请我啊，但是也有请的，但是我从来不去。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就是胡说八道了。如果两点啊，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可能是我感觉这个也是认错人了吧，因为这样活动我是不去的，我只参加这些晚会，晚会我去唱歌啊。而且一般参加晚会的时候，你想想你宁哥那个妆化得多浓。那可是舞台妆啊，哪怕你就是感觉你这个刘宇宁这个人挺素的，但是就是妆都化成那样，哪怕他长得不帅，那也像个鬼吧？你难道说这个长得一个像鬼的人说他长得太素了吗？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胡编乱造、胡说八道了啊。所以就是啊，有可能是张替身啊，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没必要硬黑啊。首先呢，我第一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可能是认错了。啊，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话，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首先我还想说第二点，如果是真的，那就说明他公司非常不专业。啊，我不管你哪个公司的，反正你公司非常不专业啊。我从来首先这一块，首先我宁哥哈，跟你们我也是，如果你真正了解我，或者是跟我就是哪怕你认识我，哪怕你别听网上那些信就闲风信语，哪怕你看我一场直播跟我唠一次嗑，你也知道我是啥样人。而且我啥时候就在任何平台上吹嘘过说自己的颜值这一块，
我啥时候？我一直都说我一直重复的就是颜值。我说我本人这个人体格挺扛揍的，我这个人挺扛打，因为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被人打，我上小学被人打，上初中就被人打，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爱打我。难道我长得像个沙包吗？但是无所谓，我人本人这个体格挺扛打，但是颜值是真不扛打。我一直做这件事儿。我没有吹嘘说我的盛世美颜什么玩意儿的，为什么还要拿着这个来揪着来嘲讽我？我如果说了行，我没说呀，我一直说我长得丑，你说不行，你长得丑还不行，你就是丑，也犯不上啊，也犯不上。没有颜值这块确实是不行啊，确实是不行，然后也无所谓了。然后呢，我也没那么想去整容，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我作为演员来说吧，就是怕整完之后脸不会动玩意儿，反正。我怕，我害怕，不会动，是不是？本来就是那什么。朱导特别好啊，朱导刚给我发消息，他说看到你车在楼下了啊。有朋友说就是盛世美颜在你们心里就行了，咱这块从颜值这一块在这个行业里确实是不咋地啊。别吹颜值啊，我都一直在说颜值这块演技啥的不要去吹，我这你不行，很虚的啊。就是我属于就是一个特殊款，我这个长相属于小众款，小众比较小众啊，比较小众，就有一个圈子就特别爱，但就是大众审美这块可能是不是特别的配符合，所以呢也没办法，那就咱就是各取所需吧啊。行，朋友们，然后今天也没啥事儿，上来跟你们唠会嗑。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也可以在公屏打出来，我都能看到你们发言啊，都能看到你们发言。对，很多朋友说那个看那个《你好星期六》了是吧？昨天那一期，然后周六那一期，我跟曾润熙，然后超越我们仨去那一期是吧？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期节目反正挺好玩的，它设置环节是什么呢，都是那种比如像武侠小说啊，武功招式啊，包括一些那个以前我们听的那些比如说这个武侠片的一些 OST 啊里边的这种那种歌什么的啊，像这种歌这种的，然后就这么一期。朋友们，像这种东西，就比如像最后一轮猜歌那个东西吧，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那个环节专门为我而设置的，有一种就是创伤口王的感觉啊。因为首先第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就是唱 OST 的，所以对 OST 这块还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有点创伤口的。我说你是不是都会？我说我肯定都会啊，而且是节目组肯定选的歌也是那种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不可能挑太偏名的。太偏门的，所以呢这个纯纯就是撞我枪口上了，就是纯是专业对口了，就是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艺人啊，我跟你讲朋友们，就是这个你不仅在这个行业里生存，你得有一点人情世故。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也
这个，在这个行任何行业里混，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你哪能就是上去夸夸？比如说十道题你全抢了，其他嘉宾们是不是得懵了？啊，其他是不是其他人是不是就是当时得就是节目组都疯了，估计对不对？啊、哦，显得你了哦，那还行是吧？所以我就尽量别抢啊、哦，尽量别抢。就是我知道答案，我也就先告诉旁边的人，让他们去答，嗯，让他们去回答。朱旭丹老师来了吗？是吧？啊、嗯，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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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有朋友，如果宁哥你全抢了，你也火了，咱不能说为了火，为了说这个火就是啥也不顾了吧？啊，那哪能那么干呢？对吧？你不疯了吗？啊，差不多点行了，反正就是一个没必要，是不是？啊，对，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就行，挺好，对吧？我也。你说哪怕说在你这个一个节目上十道题你全答对了，你能得到什么？你能得到一张去最强大脑的门票吗？也不能啊，对吧？所以也差不多就行啊，所以也挺好的。但是玩的过程是挺好玩的啊，那个还挺好玩的，主要是比较熟悉吧，就是这些嘉宾这些老师，嗯。对呀，有朋友说了，说你要十道题都答对了，那不得骂声一片吗？也不至于骂声一片，就是没必要干出这么绝的事儿啊！你哪有那么干的？但凡是个人也不能那么干的，对吧？但我也见过啊，无所谓了啊，就是。有朋友说，那你宁哥你那个蛤蟆神功，你为什么一下就趴地上了？为啥就当时你就答题就答了就得了呗？为什么蛤蟆神功你要趴地上？因为人，因为我们那个游戏最开始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在说出这个武功秘籍的时候，你要做出相应的动作啊。他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在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要做出相应的动作，但是只是游戏介绍你没说，你以为我真的是在那装蛤蟆？我上个节目给你俩展示什么叫忍者神龟了，那还行啊？没有，就他那个游戏规则就是你在做那个，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就要降龙十八掌，就你要这种的啊，就是六脉神剑啊什么之类的，你都得有东西的。但是他们规则没说嘛，节目没说嘛，但是人都做了。啊，是这么一回事儿。你以为你这宁哥只想给你俩演个蛤蟆，来一招不咬人割羊人，是不是？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割羊人。有朋友说，宁哥，我妈说你一看就不像好人。哎呦，偏见，绝对的偏见。嗯，是这样的啊，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可能就是阿姨你好啊，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这个影迷啊，估计你看过我演反派吧。啊，估计是感觉这个白愁飞就是这个小孩不咋地啊，所以选角这一块我觉得选的还挺好的。嗯，但是我就是阿姨是剧是剧，我现实人是人，咱别那个什么太有一种偏见啊。有朋友说，我妈说你太吵了，
你把声音小点声就完了，我戴耳机呗。然后这样事就是那个什么，你也别影响到邻里街坊的，是不是？那我说话小点声。朋友们，我给你们来一个渣男音。那我说话小点声，然后你们那个，你们不要把家里的阿姨吵到，哇！我看那天，昨天我看那个什么，我看那个开始推理吧，然后里边那个不是那个人皮面具吗？啊，里边不是人皮面具吗？然后我看那个弹幕顶还有说，那个节目组能不能把这个人皮面具卖给我，我套我老公头啊。后面有人，对对对，你给我放个链接，这一块我买回去之后我套我男朋友头哈，就要买一个这个宁哥的这个同款人皮面具。你说你那条弹幕让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公看到，他能不能给你腿给打折了？给你，你这有点太过分了，你。他跟你俩拼了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有点太损了，有点太损了。不过那个人皮面具是做的真不错啊，真不错。但问题是什么呢？那个玩意儿就再不错，它也不能完全像我，就说明那两段是我演的。那是什么呢？那是那两段，就是包括我跟那个送货在那个房间里吵架，还有那个在走廊里跑过去扔箱子，然后一摘面具那个，那都是我们录完节目之后，人都下班，我给他补拍的。那是人下班了，然后我补拍的，那是人那五个人回酒店睡觉了，然后人然后都说哎晚安晚安，我这边还在换衣服要给补拍那些东西呢。啊，你以为真有那么深的人皮面具啊？你以为？有朋友还说宁哥这一期好像是知道所有的这个线索什么的，那不可能让你知道，你要是知道所有的东西，那游戏没法玩了啊！你就是等于就开着天眼玩，那也没啥意思。首先是这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上一期我是上第二期嘛，我是属于有嫌疑的那个组，我属于有嫌疑的，但很快就给我排除掉了嘛。但问题它是什么呢？你到了我的故事，他只会给嘉宾什么呢？一个剧本，就是你的身世。把你的身世给你，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人，你的来自于哪，你干什么的啊？就是但是其中你看很多解谜的东西，比如说加减乘除那些的加减，像那些东西那个根本不可能知道，那都不可能知道的，那都所有情节包括手法都不知道，都是现场去推的。你只是知道那个什么，你只是知道你的身世背景和当时人物关系啊，那不可能是知道的。而且那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凶手才能说谎，然后呢那个正常的人，就是比如说你不是凶手你不能说谎嘛。然后开始的时候有朋友就在较劲了，说那个什么，开始的时候那个宋漂亮问留下来认不认识这个死者送货，他说他不认识。但其实后来发现我认识，是吧？其实它是一个游戏玩法，就是当这个你没有找到线索的时候，你没有找到相应的线索，或者是你翻到这个身世了，翻到你证明他俩认识的时候，你去质问他的时候，你可以去否认或者不回答都可以，但是不能就是你上来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说你是不是认识送货，上来第一句我说我是认识，那你说你俩怎么回事吧，那还玩啥呀，那就没意思了，那上来就问谁是凶手了，那也没啥意思。所以它是有一个环节的，就是你们后面看那个节目，你们要记住，就是
如果他这个线索没搜到，或者是没有已知的信息，你这个人是可以否认或者是不回答的，是这样的，啊，否则那就没法玩了啊，不是说纯纯上来就不能凶手不能说谎，那我们六个开拍就直接就问你是不是凶手，那也没啥意思了，对吧？嗯。我赵丽颖在哪一期啊？赵丽颖在哪一期？看来这是丽颖的粉丝是吧？我算一算啊，我忘了，我算算，一二三四五，他应该不是第七期就是第八期，应该是第七期，还是第六期？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啊，我真的忘了，应该第六期，应该是第六期。啊！但是朋友们，像是虽然你是丽颖的粉丝，但是我就是在这里，宁哥就是给你点劝解啊。如果你想看懂那期丽颖去干了啥，你必须从第一集开始看。你明白吗？你不能这个综艺跟别的不一样啊，不是说你第一集没看，然后呢第六集你突然去就是为了看看丽颖，你要那样子的话，你都看不懂。你就觉得哎，丽颖去干嘛去了？她在里边干啥吗？她是演谁呢？在那？所以就奉劝你一句，你要从第一集开始看，尤其第二集啊，我的故事可以看一看啊。有没有祝绪丹哪一期？祝绪丹应该是应该是第七，不是第七第八吧？后面他是靠后面，你们也知道他的路透嘛？你们也不知道他后面录的嘛？咱应该是后面。但是如果喜欢祝绪丹的朋友们，朋友们也是这样的。就如果你不从第一集开始看，你后面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是干什么的，他在那录什么呢？他就录综艺录了点啥，你都不懂，所以你还是都是得从头从第一集开始看啊，包括丽颖的粉丝啊。否则你以为他们干什么去了 ？cosplay 啊，在那儿。他们得开 party 啊，也不是啊，所以你第一集如果不看的话，你所有的剧情它有个主线，嗯，就是你看不懂的话就有点白费。嗯。然后宁哥，第二期的相认环节你能聊聊吗？那有啥聊的呀？那有啥聊的呀，朋友们？那没啥聊的，那个。反正那个，嗯，那有啥聊的？就正常啊，在里边认了个哥哥，嗯，就是你当时我当时预料到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预料到了，因为我们搜的线索里边已经证明他有可能是我哥。你知道吗？他有可能是我哥，他叫什么刘夏豪吗？他有可能是我哥，我已经预料到了。然后呢，因为我们和 NPC 的那个其实功能不太一样。NPC 是什么呢 ？NPC 的作用是他们就是会很投入的让我们入戏，因为他们要不入戏，我们更入不了啊。他们所以表演的非常好，他们也很投入，就很那个专，很那个专业嘛。然后当时我知道，我估计因为通过，因为我们在审问之前，我们会通一下线索。他们说完之后，我觉得哦，那这个人可能是我哥，因为我剧本里也没写，我剧本里只是写了一个我有个哥哥叫做刘夏好，但是我不知道是郝宝杰。然后呢，不是，然后呢，我估计到那个审问环节，估计得有一个，我就在想我该怎么弄一会儿啊，这得尬死我，这得尬死我。所以就是当时一顿纠结啊，一顿纠结，完了反正就是出来效果就是还挺好玩的就行啊。有朋友说刘爸爸刘妈妈是不是你现场想的？真不是，节目组为了让你们能够记清人名，他都不会起特别难的，就是比如说留下来的爸爸叫什么，刘爸爸嘛，因为是留下来的爸爸就非常好记。那他妈叫什么，刘妈妈。那他二姨呢，刘二姨。
都很正常，都是这种的，所以他就是让你为了让你记住，否则你说了三个名字你都记不住啊、嗯，就是很难。比如说他那他舅舅叫什么？叫刘舅舅，一样啊、嗯，是。嗯嗯，比如说那个那留下来的妹妹叫什么？刘妹妹啊，都一样，都是这样子。刘哥哥都是对啊，就是嗯，对他，我哥不叫刘下好吗？我叫刘下来嘛，还有个妹妹叫做刘下坏嘛，一个好一个坏，一个来，就刘下去，刘下去。留下水是留下来什么人？嗯，有朋友聊聊单膝跪地，也没跪地呀、啊。你朋友，你好像你故意在那挑事儿来呢啊，也没跪地，就蹲下给戴个手表，那是一个那个什么嘛，那是一个环节嘛。我就是我这个环节就是两番相认，两番相认啊。第一番就是印了一个那个什么嘛，印了一个哥哥，第二番印了个女友。还让这个假的给我手表骗走了，啊，反正就是反正两番我歌唱两番，不过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当时特别尴尬。三番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后面还有一番，后面在仓库里找的又一番，啊、嗯，就是，非常之尴尬。我明明知道这俩人是一个人演的，我还得装出，哦，原来是你。哦，我刚就是明明我知道这个演员就是刚才骗走我表那个人，然后我当时我还在现场说，完了，我的表让他骗走了。难道你不是？我明明知道他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已经，你宁哥已经很投入了。有朋友演得很好，没演，因为我不知道哈，可能我没有什么经验，我在这综艺里我演不了，我如果演我会觉得会非常奇怪，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这个 NPC 在跟你对戏，你真的跟他对上了，我觉得就尤其这种苦情戏，因为你不知道当下那个环境，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当下环境大家都在嘻嘻哈哈，你突然演上了，就是你知道吗？很奇怪，所以你只能取个中，你在综艺感和那个演那个程度，你稍微认真一点，认真一点，但还有综艺感，这两个中间是最舒服的。如果你真的跟人对戏去了，比如说你是我弟弟，我当时我就哭了，我直接来个哥，原来是你哥、啊，那就完了，垮，那很尬，那更尬。所以我当时录这个节目之前我还问了，我说去了需要演戏吗？我说当时就问聊这个综艺之前嘛，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我在里边是个什么身份，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下，说你是一个那个宠物寄养师。我说那我叫啥名？他说那个名字可能叫留下来。我说那咱们这个综艺是什么一个氛围，是需要我在里边演戏，就是咱们说最后录出来是一个电视剧那种的吗？你在里边就时刻刻是演。他说也
不是演，留下来只是你一个身份，然后呢你就是还是说咱这个还是综艺节目，不是说拍戏，你一定就是就单有一个跳进跳出，他要的是一个跳进跳出，就是你能够去说你故事的时候你很投入，然后呢你分析案情的时候你又是刘宇宁啊，就是刘宇宁的性格是这样的啊。我开始以为说要去跟人演戏啊，说最后是一个以电视剧一个剧的方式播出来似的，但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综艺和剧两个东西混合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又可以放松啊，大家看的很搞笑，然后又不那么的压抑。对，都现场即兴的，纯纯现场即兴，因为你每天去遇到啥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今天会有一个哥哥跟我相认，莫名其妙又冒出个女友，就这种的，我就是很奇怪，当时你就是有点神奇。有时候你房间为什么没有床？往后看，可能看到最后一期，你就会有答案。就有两种可能，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什么呢？就是留下来的房间为什么没有床，这是一个悬疑点。第二种可能就是节目组没给弄，咱们就是到最后一期，咱们来揭晓这个留下来的房间为什么没有床啊！你们可以去关注到最后一期，你就有答案了。第三种就是道具组忘了。我说海龟汤那个答案是什么？海龟汤答案已经在我们腾讯视频今天那个所播放的那个花絮那个第二天的日记里边已经公布答案了，请去那个腾讯视频收看。咱这个房间就不给你解决那个海龟汤了，因为在里边已经有了，朋友们。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我隔壁好像是吵吵起来了，朋友们，讲你们等我一下，我去看看，我隔壁邻居好像是打起来了，这样，你们这个，我放个 VCR， 你们瞅一眼，然后我去看看到底怎么事，一会儿别真是打起来了，犯不上。我去瞅一眼，朋友们啊，等我一下。可能很多朋友看我直播也有一种亲切感，他可能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很孤独，但是他知道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在网络的另一端有一个见不到的人给他温暖的陪伴，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打开他的直播，我咔一播啊，当时咵，这个气质是嘚儿，这个氛围是嘎。你不是说播吐了吗？我不是说我吐，我是要播到你吐，播到你受不了，你扛不住。是这样的吗？你是认真的吗？今晚吃什么？能好吃吗？搞笑，社会这么残酷吗？优胜劣汰这么明显吗？你宁哥在娱乐圈混那么好吗？打死你！我们只是朋友吗？咱不是一家人吗？我们不是一伙的吗？你隔壁和好了吗？笑声是我自己点的吗？我是雇了一帮人在旁边帮我笑呢。哎，笑一下。你上来就知道哈哈。我给你踢出去了啊！我说的话，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什么是废话？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哥，别亲家。三分薄凉，四分不屑，五分漫不经心。要不不笑，要不一笑，就是那种叫的非常有节奏，他是这样。就有没有那种灵光一现那个感觉？啪！比方说口技学一下，我会狗叫、猫啊、羊叫、知了、鼠、
差不多得了，给你神经入宅了。当时我也崩溃了，我告诉你那个地方绝了，烦死了，被外星人抓走了，已经八天没播了，声音马上都变了。哥哥，活太多了，太忙了，被剑扎了，被马踹了。刘一宁，别看了，刘一宁，别看了。你是开玩笑还是怼我呢？你是骗我呢？你在那刺激我呢？调戏我呢？你干什么呢？我烫头的啊！你倒霉！我这衣服花100多块钱买的，赔了不到200块钱，送了个牛仔裤，给我们赚了。你给我玩了一招幸灾乐祸，来了一招窃窃私语，热情似火，虚情假意，人情世故，懂了，绝了，值了，亏了，忘了，不高兴了。火了，疯了，累了，困了，虚了，高看你了，脑子进水了，耳返漏电了，海绵宝宝又冲出来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是年轻人给我熬的，人品得攒着，粉丝得掉了。在下熬鹰派掌门人流口水，见过各位。有朋友说还没播完呢，关你什么事儿？我直播爱到你家了，占你网了，通你 WiFi 了，我都不累，你告你累了，就也太离谱了。他们问说怎么回事，刘一宁怎么又直播了呀？我也不太了解，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我是你刘哥，各位客服帮我解释一下。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一键三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听错了，是我因为我现在在横店，然后边上有个组在那拍戏呢，啊，在那拍戏呢，误会误会。拍夜戏，拍夜戏呢，啊，在那拍夜戏呢。甩手了啊，嗯。有朋友憋不住直说。其实我熟悉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当时刚才去干嘛去了，对吧？那都知道我刚才干嘛去了，我回来还甩手，就说明我去洗手了，就是。但是如果在我直播我突然说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去上个厕所，这件事好像就是很那个什么，很那个，很不雅，所以我就用一个别的借口，我说可能去干了一个别的事儿啊。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等我找个音乐。哎哎，还不是因为没活干了吗？我觉得各行各业的竞争都一样，都容易就是有那个没活干的时候。那当我没活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是得直播嘛，因为我知道有一群朋友还是想看到我的笑脸，哪怕调侃我几句，或许给他这个生活当中带来一丝的欢乐。我愿意做这个小丑，我愿意做这个小丑。我今天这件衣服穿的是什么你看不到吗？就希望我的这个，就希望我耍这几下能够让你有一个开心快乐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无论说有没有活干，我觉得都时时刻刻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内心，期待的活来的那一天。哪怕现在很多朋友说没有工作，或者是未来就是那个未来可能是没有什么规划，但不要着急，放松心态，跟你宁哥一样。不要着急，
你总会有好运来临的那一天。享受生活，没错没错，享受生活啊、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人这个我觉得就是人活一辈子，然后就是也没有多少年啊、嗯、也啊、嗯、也没有多少年，反正就是让自己这个无怨无悔的过一生，我觉得就行。你想做什么事儿，你就为了那个事儿去努力，然后也别那个每天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也没必要，对吧？我前天看剧嘛，里边有一句词突然让我就是有一瞬间的醒悟啊。这句话叫做如果你对一件事儿过于执着，你就会迷失自我。我突然看到，因为我看完剧之后，看完那个人说完那句话，我突然一瞬间自己会有个小小的领悟。你如果对任何一件事儿过于执着，你就会迷失自我。所以呢，就是凡事别太执着，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白愁飞就是过于执着，这不嘎迷失了自我吗？有没有瞬间来个鸡汤？不，也没有什么鸡汤了。咱这块就是，不太喜欢喝鸡汤，也太补了啊。这两天就因为我看剧嘛，很多朋友说这个说我体态不太好，然后呢，我觉得也说的也对啊，因为我确实有点大个子。我看很多人说那个刘宇宁体态不太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呢就是养成的一些习惯非常不好，然后呢有点驼背，确实有点驼背，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可能你们就是我不能说你们，我不能去对比啊。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是撞头撞怕了，走哪动不动就撞头，走哪就动不动撞头，然后会特别疼，所以长大有点傻，就是小时候头撞的，因为个太高了，动不动撞门上，要不然撞那栏杆上，要不撞那个什么台阶上，就是容易，所以导致我现在有点这个体态有点那个什么，有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弯曲，所以呢没事儿。啊，就当然也不是什么借口，我觉得要是做演员的话一定得有一个要求，所以呢我前两天我就买了一个就是纠正体态的东西，朋友们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当然这不是什么带货啊，我只是跟你们说有这么个东西啊，挺好用的，等我给你们拿一下看看。不是贝贝佳，贝贝佳我以前用过没用啊，就是这么个东西啊，不，这个东西我确实是没有合作啊，我这发誓确实没有合作，我就是你们就看个乐呵就行啊，这玩意儿就是天天就是我在家没事儿这样干嘛呢啊，变成一个十字架，
变成一个十字，然后天天搁后面就背着。哎，就是这样事儿。哦，天天就这么背了，然后给他鼓里溜达。啊、嗯，好用吗？我不知道，我刚用三天啊、嗯，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反正是就是多少，反正有点拉伸的一个功效吧，反正是我觉得是。当然正常，我不推荐大家去买啊。你这样事儿，你家就是有那种不用的那个拖把。那个杆木头，你叫你爸给你做一个，拿绳子缠个十字架，搁后面背着也行。啊，直接就是直接让你爸给你做一个，啊，估计也不好用，我不知道，反正是我先用两天看看，我先用两天看看，不好，然后咱们在现场，但不好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嗯，累不累？多少还是有点累的，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神奇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它不仅有这个功效。我平时还拿它练什么你知道吗？就它不仅有这个可以让我矫正我驼背的一个东西，我平时拿它当一把就是武器来练。朋友们，我等会儿我给找个音乐啊。啊，先拿下来啊，先拿下来。找一个适合就是平时没事在家。嗯，等一下啊。因为我那个什么，因为我可能要拍古装戏嘛，拍古装戏要练点这个武术相关的，所以天天搁家练那个就是钻剑呢，在那儿。那个剑呢，就是因为剑都是木头的，可能又没有那么顺手，而且有点长，导致我在家就动不动要给玻璃打了，要不练那个剑给强化了，所以用这个东西练比较顺畅。朋友们，你们看一眼啊。音乐可能是帅气一点，但是我练的不太帅气啊。东西多用，哎，就是每天就是是不是得想办法。没事儿，反正没事儿就转一转，然后就是随时就是没事儿转一转，又能治这个矫正自己的身姿，又能就是练练转这个刀什么，到时候拍古装戏的时候都能用到。咱就来个曲不离手，拳不离曲不离手，咱就来个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哎。
男儿当自强。我说宁哥，那你但是你后面是现代戏啊，现代戏，所以我今天放这个音乐，你还不知道我最近在干嘛吗？不知道这个音乐我现在放了一天都是干啥的音乐是吧？啊，没有，这是也是个现代剧里边的一个 OST。 这两天也没事的时候看看这个剧，然后看看人家这个现代戏里边男演员怎么弄的，学习嘛，对吧？对，很多朋友，我刚放那个歌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把这个剧名打出来了，看来就是有朋友在跟我看同一部剧啊。好看吗？我觉得还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那个男演员啊，我本身很喜欢那个男演员，所以我就能看进去啊。因为帅哥吧，这个谁不喜欢看，对不对？有朋友说上热搜了，我有这个福气吗？我有这个资格拥有一个热搜吗？我不信，我始终觉得我不配，朋友们，我觉得真的不配，朋友们。有朋友说又直播了，我为什么总看到这个又直播了，我心里就有一丝丝不爽，就是你总感觉在，我总感觉这朋友在说你怎么又直播了，后面有一句话没说，你没活干吗？有活，我是这个什么，我是这个就是在那个百忙之中操控播，可能别的人呢，可能就是收工之后就是王者荣耀去了，就是。但我这块我不会打王者，所以我就这一块我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给你们直播一会儿。有朋友说那个什么，说有朋友说宁哥别那个，他们故意的，没有，没事，开玩笑，我也是故意的，我没有那么的脆弱啊，我哪有那么脆弱，是不是？就是两句话就给嘲讽到了，那还行，是不是？我不是说三岁小孩啊，我粉丝可能有的时候莫名其妙说管我叫宁三岁，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是一种侮辱，因为你宁哥这张脸怎么看也不像三岁，那只能说我智商了吧。你说人家就说小朋友说你小帅哥说长得嫩一点叫人什么三岁三岁的，我看都喜欢叫这种三岁，玩可爱这一块，但人脸确实嫩呢，但是我这张老脸你一看你管我叫三岁，我就觉得你在骂我的智商只有三岁高，跟那个小狗是一样的，都是三岁小。不都说小说说什么什么小聪明的狗的智商有三岁左右吗？你现在我这跟我这个脑子是狗脑子是。
小朋友说，宁哥你是天然萌而不自知，你别往我脸上贴金了吧，好不好，你别往我脸上贴金了，求你了，我确实是那个什么，不说三岁什么什么，确实我没有那种少年感，已经是就是完全是没有了，现在就是你没必要，真的是。我真的是一点这个少年感都没有，朋友们。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一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唉，我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只想给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小期待，因为爱，还真的是一点少年感都没有，真是一点没有，朋友们，就是纯纯就是，中年感是有，啊，真是没有，再选一个。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不好意思，我被我自己恶心到了，不好意思。不是，朋友们，我是这样的，朋友们，刚才我看公屏有人打油腻大叔这四个字，我是确实是嫩也嫩不了，但现在没到油腻吧，咱们别玩那种两个极端，要不就嫩要不就油腻，能不能有个中间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年少有为那种的，年少有为完后还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种的，行不行？我说宁哥好想看戴米，给你个面子，戴米，来。
个招呼。看这，看这。给个正脸，哎 ，boss。给正脸，正脸。睁脸，别看我，瞅我干啥嘛？耍大牌啊！这一个耍大牌的艺人，就是不配合那个这个媒体拍照。戴米怎么瘦了？没瘦啊，没瘦，就是他那个剪毛了啊，给毛剪了一下，然后就稍微显得瘦了点啊，因为夏天有点热了，给他毛剪了一下，稍微瘦了点。嗯，一喊就来了，那因为养狗的嘛，就是养狗的人都知道，你家狗你要换它，它都不来，它不搭理你，那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吧？那就哪是养狗啊，对不对？嗯。我家狗就不理我，你家狗不理你是吧？嗯，那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家狗理我，但是我又是从那个，我总能记住一些剧里台词啊。有一句台词是什么呢？把狗拴住的人未必是狗的主人，喂狗的人才是狗的主人。就是一只狗，你把它拴住，你把它控制住，它未必拿你当主人，但你每天喂它，它一定拿你当主人。你都看些啥呀？我就看一些正常的吧，啊，你看正常的。所以我一般看到这种句子，我都会去记下来啊，记住了以后，就在我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角色能用到的时候，我就引经据典，我就在我台词里加一句啊，比如像其实白收费也加了好多词，只是我不能说而已，嗯，很多词儿，嗯，因为加的不是很成功。因为你们没 get 到，所以我就不想说了我加了哪些词儿了。嗯，比如像我跟那个方颖看我俩对峙那场戏，我加了一句词儿，我说嗯，牛羊才会成群，猛虎向来独行，你是牛羊但我不是啊，这句词儿是我加的啊，是我加的，所以就是但是你们没 get 到。对，所以有些好的台词，比如说好的句子，以后都可以用上。你看刚才我说那个，就是可以在以后某一个剧上用到了，但是我直播用了之后，我以后可能就是不会用了。
我好像我记我没记错，好像是我在白蛇飞里还加了一句词，加了一句什么？我还说那个什么，说那个我不是啊，对我加了一句词，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从来不信鬼神，我只信我自己。嗯，我不信鬼神，我只信我自己。其实也是符合人物性格，但是就应和了那首歌嘛。我本桀骜少年臣，不信鬼神不信人啊，就是那个，我会有一些加一些这个东加一些词儿的啊、嗯，但我不知道剪没剪进去啊，我忘了。我现在这个直播有点就是被人这个黑怕了，有点啊，有点就是直播就是得稍微严谨一点，因为有些话说的不严谨吧，就是带节奏。刚才那个我再次声明一下啊，刚才呢我那个放了一下 TFBOY 的这个歌，然后呢我唱了一下在那装嫩，然后我后来做了一个呕吐的一个状态，不是被那个歌呕吐，是我被我自己呕吐了。我绝对没有说听了 TFBOY 的歌我觉得就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是被我自己装在的装嫩给恶心到了。希望就是我在这已经声明了啊，是提前声明了啊，我不是就是因为我很喜欢 TFBOY， 我否则我也不会老，我也不会他的歌我都会唱。我要不喜欢他们，我不会去唱那个什么我只想给你宠爱，难道这就不算爱。我刚才就是那个，我是被我自己在那这么大岁数装嫩恶心到了。希望就是，这个节奏带起来了，朋友们，你们都是现场的观众，希望你们替我就是证明，你们都是证人，好不好？啊，咱就来个提前这个舆情的预警。我本想淡泊，退出江湖。以后正常人都明白，就是有很多不正常人，就是他也没看过直播，然后呢带一个节奏之后，他也不管这个事实真相是如何，他就骂你啊。啊，是不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不管事情真相与否，你们都在我直播间，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你也可能作为一个公证人，公证的路人，你可能知道什么。朋友们，你们都是我的证人。如果有一天我因为这个事儿被冤枉了，希望你们能够勇敢站出来替我发声。不敢枉此一生，一念相思在此刻，一念叹离故里也，回首彻云蔽天，因故傲立世间。我若要轰轰却一声好，何妨飘摇于众生火烧，我挥剑便要向山，荡起万丈惊涛。哎，谢谢证人加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学生粉。无所谓。我说你今天咋不嗨呢？你还要我怎么嗨？你要我咋嗨？朋友们，这样事儿，你们既然想，因为我是怎么呢？我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我这个直播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有音乐 BGM 帮忙这一块儿。然后呢，但是我今天的麦克风，我怕一唱就容易就是唱没声了，所以我不太敢嗨起来。那这样事儿吧，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唱一个什么你们能就是瞬间点燃现场，朋友们，你们给我推荐点歌曲，就这个歌一唱。
现场瞬间被我点燃。哎，就这种气氛就嘎就上来了，有没有？就是那种的，嗯，有没有？蹦迪蹦迪，你喜欢哪种迪呢？就是你是喜欢那种，这感觉就像社会摇，你喜欢这种的还是什么？还是喜欢那种 DJ， 就是那种我饮酒点孤灯，我饮烈酒点孤灯，几人醉我几。你喜欢哪种的？我不知道。我饮酒点孤灯。借魂那种的，借魂都说没有伴奏了，真的是没有伴奏，因为我们汪苏泷这版权意识这一块确实杠杠的，网上是真找不到他的伴奏啊，是版权意识这一块确实是杠杠的，就是我也得向人学习，然后呢确实就是没有。我看看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那个，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是不是。这歌有没有伴奏？没有啊，刚刚有朋友说我不嗨，不好意思，是我的错，那我现在嗨一点好不好？我现在开始嗨一点，是我给你让你沉闷了，朋友们，这样子。对不起，朋友们，这样子，我这个灯光我觉得也得调一下，来个 rainbow。OK， 刚才是我疏忽了，朋友们啊，是在下疏忽了。等一下，等我一下啊！啊，这个不嗨，这个看起来就嗨。然后再加个什么特效呢？就是这个镜头抖动，瞬间嗨起来啊！等一下，我把我吉他再拿来啊！朋友们声明一下啊，我是假弹啊，我已经说了我是假弹，但咱们这个吉他为什么要要呢？就是要一个气氛，好不好？要的是气氛，就是那种，对，就是气氛啊，但是不是那个说我在那弹，就是好像这个真的是我弹的啊。你们不是不嗨吗？我看能不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咱们瞬间点燃现场，朋友们来一个啊。Are you ready?
像不太嗨啊，好像不太嗨，我觉得就是没有我想象的嗨，因为行，嗨一点得了，嗨一下得了。接下来来一个，就稍微那种，稍微就是那种不嗨的，玩咱走另一个路线了，就是那种嗨，就是那种内嗨。这个人很内嗨啊，很就是那种嗨啊，就是那种。来啊，来个这个叫做。等会儿，我造型没摆上呢，然后这面琴声已经出来了，不太好啊，再来一下，从头来一下。假弹朋友们，假弹，我说了啊。
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笑脸，爱很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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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嗨起来了吗，朋友们？有没有嗨一点？内嗨行不行？嗯，这种嗨是可以承受的吗？可以睡个好觉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种什么呢？有种我的这个直播在赶你睡觉的感觉，就是好像就催促你，你要睡了，你困了，你受不了了。我本意是让你就是通过我的这个感觉和这个直播间的 feel 给你抓过来，让你就是舍不得走，有一种流连忘返、余音绕梁的感觉。但你此时此刻告诉我你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我觉得。不太对啊，哥们儿。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在下叫摩登兄弟刘玉宁，欢迎各位啊。那天很多朋友问我，我说我跟我朋友就是吐槽嘛，我说我最近这个压力有点大呀。然后我朋友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是不是得找点这个解压的方式啊，然后我朋友跟我说那我推荐你去看刘宇宁直播，刘宇宁的直播非常之解压，我说我看得够够的。在场没有一个人比我看刘宇宁直播看得多，因为首先每一场刘宇宁直播我得在。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没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给我微博关注一下，然后那个什么，我平时没事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来看看啊，也挺解压，哪怕你就是来损我两句也算某种意义上的解压。热搜了吗，朋友们？我有这个福分吗？我有这个资格上热搜吗，朋友们？我觉得我不配，朋友们。我觉得我就是还不够那么优秀，能够出现在热搜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你们不要骗我了，好不好？
今天并不是愚人节，你们咱们就是朋友之间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有朋友说我就从热搜过来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瞅一眼看有没有上热搜。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朋友们，谢谢今天每一个在我直播间内这些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有你们我才有资格拥有这么一个热搜。我真的 thank you 了各位，谢谢各位好不好，也希望各位都有，就是我只想说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想说的话，朋友们咱们一起唱好吗？来三二一，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当然也谢谢我们微博的朋友们啊，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微博啊，感谢我们这些支持我直播，一直好多好多部门是我一直播都守候在我直播间帮我就调节这些什么语速啊这些啊，非常感谢，有给我推荐什么的，非常之感谢，谢谢啊。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我朋友说宁哥啊，那个你的胳膊挺白，我现在健身呢，朋友们，我现在就是有点，就是现在有点飘了，我现在有点就是之前不跟你们说了吗，那个哑铃我之前是买的女用的，因为我当时到那个网站上搜2.5公斤的哑铃，它顶上写女生买它，于是乎呢我就是我也没管性别，当时就2.5公斤那个买回来了嘛。我寻这个健身这一块对哑铃还有就是男士女士的吗？没有吧。于是我就在家就是先用2.5的练了一阵儿。现在慢慢的就是有点飘了，就是这个2.5公斤现在已经就是觉得已经非常的轻了。回头等我下一次等我回横店的时候，我找个机会把我这2.5公斤的哑铃，然后呢就是这一对儿啊，咱们就是一对儿分两次抽奖抽送出去。好不好？真的是，现在就是准备，就是等我下次回来直播的时候，到时候我送出去啊，一人一个，抽取两位幸运观众啊。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你们展示一下，你们好像来到我直播间都想获得一份幸运，是不是？你们都是来抽奖来的啊，有机会的啊，
有机会的。来个十公斤的，我现在如果说我会说来十斤的，十斤我现在还玩不了，我现在最多就是玩这个7.5公斤的。但是7.5公斤一般是就是做做硬拉的时候用。平时什么那些不敢用啊，不敢用，是反正是等我2.5的到时候我导出来给你们啊，送给你们。有朋友说包邮到家吗？不包邮，你邮费自理。因为这么说吧，我给你邮一张纸，什么邮个签名照那个东西，我可以给你包邮费。但是什么呢？我现在给你邮的这个2.5公斤，真的就是2.5公斤，就是秤砣，你懂不懂？给你邮5斤东西，就是2.5公斤的一个哑铃。快递费不都按这个斤数来算钱的吗？有点就我怕这个一斤，比如说一斤东西是20块钱，5斤光邮费100。也犯不上啊。有没有下班回来现在还看到你直播，那你很辛苦啊，现在这11:30才下班，然后辛苦了，然后赶紧这个收拾收拾啊，收拾收拾赶紧休息啊，躺可以躺在床上放松的情况下看看我直播也挺好的啊。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有朋友说可以上门自提，就咱们来个见面交易是吧？我不是咸鱼，我不卖啊，我不是在那卖货。我总能刷到一些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这面拿我这个，他那边可能弄个笔记本也好，弄个 pad 也好，或者弄个手机也好，这面放的我的这个直播，然后那面呢给他干他自己的活啊，有很多都是非常厉害的，比如说画图啊，比如说就是在做什么这个功课呀，写论文什么的，都这面喜欢放的我的那个什么那个直播，我都看到好多那种画面，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因为首先咱们这块确实能给人一个放松的感觉啊，也是我也挺荣幸啊，也希望你们都工作顺利，好不好？我就是你看足以证明什么呢，就是我这张脸其实是不值得他们看的。咱这一块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迷恋这个人的什么呢，迷恋这个人的容貌，他就是一直就是感觉眼睛离不开他这张脸。但是很多朋友你就说明，你看他们能做出这一番，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的魅力在我的言语上，我的魅力在我的语言，他不看我这张脸就能就是都可以满足啊，就足够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好看的皮囊人见人爱，有趣的灵魂放在一旁。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好看的皮囊啊，就是人见人爱，就是得盯着脸看嘛，有趣的灵魂放在一边啊，我画图，我写案卷啊，就是。有没有听过？刚听过是吧？你们听的都是以前老版本，是什么好看的皮囊，什么什么什么百里挑一什么玩意儿的。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嘛，这不是这个吗？咱这块咱也别说没有就说人家千篇一律，咱不能干那种事儿，就自己没有就说别人千篇一律呢还行，因为自己没有好看的容皮囊就说别人都是千篇一律，那有点太自私了，对不对？咱不能干那种事儿。要不就是容易让人抓住把柄。我一旦今天直播说了，我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这个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人就说刘宇宁这个人否定了好看的人。
他觉得好看的人都是千篇一律。你说这锅我也背不起，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也算了吧，就是好看的人，我刚才说了，好看的人人见人爱，有趣的灵魂放在一旁啊，当做直播背景音啊。严谨严谨严谨。我们等我一下，我去那个什么，我去一个那个，等我接电话，朋友们。哎，怎么了？什么？生孩子？不会吧，兄弟！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怎么你在我这楼下了是吧？你要把你家孩子抱给我看一眼。你就是听说是就是当时生完孩子第一面见的谁就是容易长得像谁是不是？就是孩子就是降临第一面就是看谁就容易就是越长越像谁是吧？明白，但是你别误会好不好？一旦说这块又要是后来像我的话，咱们兄弟感情别掰了。好嘞好嘞，那你等我，我下楼让你家孩子瞅我一眼，好不好？你就照我这个长。哎，好嘞，我在直播的那个什么，我跟那个直播间朋友们说一声，交代一下，我马上下去，好不好？我这个电梯非常的快。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好好好，啊，行行行，哎哎哎，嗯嗯嗯。哎啊、哦、好好好，知道知道，嗯嗯嗯，啊，知道知道，嗯，哎、啊、知道知道，对对对，咱就是说的，对对，是是，你说有道理，嗯，是是是是是是是，明白明白，你等我，我下去咱们下去说行不行？啊，知道，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明白，对呀，我都懂，我能不懂吗？对吧？我这么大岁数，我明白，明白，明白。我知道你就是想让你家孩子长得像我这么帅，不是像我，就是像我这个有这个气质，对不对？嗯，好，知道。我马上下楼，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好了，朋友们，哎，啊，知道了，我知道，我真，我明白，我能不给你拿200块钱吗？对不对？你还这个礼肯定随，得随，得随，得随。嗯，明白，明白，明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行行行行行 ，OK， 好好好，好，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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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好好好好，嗯嗯嗯嗯，啊，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一会儿我马上下楼，马上下楼，哎，啊，我知道，我明白，好好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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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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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哎哎哎。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我朋友就是我一个哥们儿啊，一个铁哥们儿，然后那个生孩子，他孩子就是给瞅我一眼啊。你们刚才具体内容你们大概也都知道了，这样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我马上速去速回啊，我速去速回，朋友们，哎，我你们就现在我给你放你们放给你们放个 VCR， 你们看一会儿啊。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这一句暗号，我把红包准备好。你所以我吓我一跳。还没到点，还没到点，朋友们，你们早了。嗯，那个什么，那个完事了，下去就瞅了一眼啊，那个挺好，挺好啊。嗯，挺好，挺好，挺好。
男孩女孩？男孩啊，男孩，小小小小的，嗯，挺好啊。像我吗？我朋友孩子怎么像我？他以后可能会越长越像我，因为他刚才刚出生的时候瞅了我一眼，就容易说长得像我嘛。嗯，不是，是以前都不是家里人都说这个时候孩子出生看的第一眼看到谁就容易像谁嘛。啊，有点像。200块钱理谁了吗？谁没谁关你什么事儿？你怎么你要给我报销，还是说当时就是你要随200？有没有给了多少？给200吧，就朋友之间都是200啊。一般我朋友结婚什么的，生孩子什么的都是200啊，一般都是200，就是差不多了啊，一个红包嘛。嗯。有朋友说宁哥停电了，太可怕了，我来看你直播。看我直播壮胆是吗？啊，我的直播就像一杯酒，酒壮英雄胆，是不是？嗯，行吧，嗯。我说宁哥，你英语过6级了吗？你问我这干嘛？为什么每次朋友们来了都有人调侃我学历这一块？我觉得学历低，就是没有什么学历，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可耻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因为确实就是学习不太好。哦，学习不太好，确实是我，如果有下辈子，我好好努力吧。你看这辈子确实跟学习无缘啊，我好好反正就是平时多读书吧，啊，多看报，多睡觉。嗯，有很多朋友最近在考英语4-6级什么的哈，我不知道啊。然后呢，当然也祝你们都成功，好不好？祝你们好好的加油，然后提前预祝你考试顺利，干杯。考完了是吧？我英语不太行，英语我就之前跟朋友们说过，我的英语就是真的是那个初中水平。我英语初中水平，然后呢学的就是怎么说呢，初一初二的英语这一块学的非常扎实。初三之后呢，因为我后面就知道我的以后的命运是要奔向这个厨师这一块。因为初二毕业了就要报志愿了嘛，我当时就是我们学校就给我保送到这个烹饪2级校去了嘛，啊，属于咱这块属于一个保送，就是保准能给我送进去，啊，学技术去了。所以说后面第三年就英语这块确实也没咋抓起来，因为我当时是考虑说，咱也不是做西餐，咱就是搞中餐的，然后英语这块确实也用不上。但谁想到后来唱歌了，你说呢？后来唱歌了，唱歌的这个英语可能相对来说就会稍微重要一点，因为有些歌现在有些歌里喜欢写点什么英文，什么 I love you， 什么 I need you， 然后呢 I want you， 就这种的。你说当时你没有英语，你真看不懂啊！你说。对，而且我自己的歌里有一首歌叫 Fall in Love， 你看就是如果你没有点英文，你说这首歌都发都发不出来，直接影响了音乐道路。我说歌熬不动了，我去睡觉了，去，你们困的朋友就可以休息吧，也别熬夜了，因为很多说今天说是周一嘛，马上明天周一了，有上班该上班上班了，有那个该上学上学了，你们就先去睡
好不好？这块完，我跟朋友们再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差不多了，我也睡觉了啊。能挺的，能挺住的，这个年轻人们啊，就是那个熬一会儿，稍微熬一会儿啊。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least 我们把所有的快乐都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进入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明天没课，有朋友说，行，那就没事儿啊。明天没课，如果你有课的话也不要紧。因为我会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呜，你又擦肩而哪怕你明天上课，咱们这里有一首歌叫做《等你下课》。朋友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很油腻啊！我只是想在这个时刻来一首歌，起到一个搞笑的一个氛围，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你宁哥就这么油。因为我这人吧，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在酒吧唱歌嘛。然后呢，其实会的歌呢，尤其老歌啥的挺多。有的时候你们说一句话，我立刻就能想起什么歌名，马上歌词就浮现在脑海了，就是会有一种这个感觉。嗯，真的，有的时候我看你们在公屏打的字，我都想就是那种接一句台那个歌词。很爽口是不是？上班了呢。有朋友刚刚说，有朋友说我明天那个没有课。我说但如果你有课的话也不怕，因为要等你下课。刚才有朋友说那上班了呢。上班的朋友，那又如何？朋友们，就算你上课，我们不都是为了两个字吗？活着。
我拥抱好
吃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我睡觉都是团圆的味道。我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车香如里兰里，有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他的开怀。好吧啊，这个不知不觉呢又跟朋友们过了一个新年啊。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朋友新的一年能够一切顺利，龙马精神，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朋友们。每一句同喜同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福要到，福来了，慢慢福又老了一岁啊。有朋友说又老了一岁，我觉得吧，老了一岁又有什么呢，朋友们？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那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沉，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丧礼的歌。所以朋友们，就算老了一岁，那又能如何？在你老的时候，有大把的年华可以去回忆。有朋友说，谢谢你逗我笑。朋友们，我觉得笑这件事儿很正常。算了，没有伴奏，走，没找到伴奏，不好意思。我想想还有什么？我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逗笑，是吧？其实我也同时想跟你说一声。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在你感谢我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陪伴也带给我了欢乐，所以我们彼此感谢，好不好？哎，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可以了。哎，是不是？我觉得谢谢你，刘玉宁，不用客气。其实我觉得就是同样，我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也其实也想跟朋友们说一句，
下浓。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电视里的面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活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普通人陪我天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将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他头痛不头痛，有人只要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敢送，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下下浓。虽然我这个不红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都谢谢各位，谢谢在场的朋友，要跟你们说一声下下浓。哎，我上瘾了呢。咱讲究这就是一个随机性啊，就是今天这个朋友们，我这也是看公屏上有些人就是聊天嘛，看到他们说什么了。看到他们说什么，然后我就当时就想到这些歌了。嗯，不困吗？还行啊。有朋友假弹，我已经说了假。我刚才已经跟朋友们说了，我说我这是假弹，就是要一个气氛嘛。而且我这边放着伴奏，我后面没有乐队呢，啊，是不是？嗯，就是这样的事儿。有朋友说那个唱的是免费的吗？是啊，因为咱这块，因为我确实就是也不是啥，不是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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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没到什么地位。现在我唱歌就是在直播间这一块是免费的，咱这一块也没有什么赞助商啊，咱这块因为这场直播目前是没有赞助商，当然我也不打算有什么赞助商，咱就是就是我的粉丝算是赞助的吧，啊，虽然他们也属于一分钱没掏，最多是掏个这个流量啊。我说宁哥你化妆了吗？没化妆，化什么妆啊，在家化啥妆，我今天没有演出啊。咱今天这个直播就是纯纯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喜，有朋友说你这不叫直播，你是给家人们的福利。也没有啊，我觉得你们能这场观众能在那屋里坐着看我直播是我的福分啊，我不会觉得我的直播有多么了不起，或者是我有多么了不起。你们看我直播是我的福分啊，所以谢谢各位给我的这个福分。有朋友问没活了吗？没活了，没活，确实是没啥活了。啊，确实是没啥活了。但是就算怎么说呢，就是有活没有活，咱们都不都得
活着吗？再唱一遍，朋友们。哎，算了吧，算了吧。有活没活，我觉得是这样，什么呢？就是那种有活没活，不都得活着吗？啊，来了来了，又来了。没有，刚才这个歌唱过了。还有没有能把他那个梗接住的？就是有活没活，不都得什么的吗？不都得干嘛？除了这个活着，还有没有更恰当的？能不能接一个？我看啊，有活没活不都得你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啊，不太接，啊，不太接，有活没活不都得我饮酒点孤灯，也不行，也不太合适啊。我知道了。所以刚刚有朋友说问我说，宁哥，说你怎么老直播是没活了吗？朋友们，我想跟你说一声，有活没活不都得活着吗？活着咱就讲究一个没钱都得活着，活着咱讲究的就是一个穷开心。哎，你都开心，开心，开心过是一天，不开心过也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开开心心呢？对不对？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啊。没事就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基本上是一周播一会，播一回，播一回，一周播一回。所以是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没活了。当然我说没活了，我怕我粉丝担心我啊，活有啊，啊，就是干不过来。啊，就是能够分。所以呢，就是我为什么直播，就是有我也还是有工作的啊，没有工作我也不行。嗯。我说宁哥，我过生日能不能唱首生日快乐歌？你过生日，那不是？我觉得你过生日，首先我觉得我是首先在这里，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觉得可以祝福你。但是为什么就是要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呢？我为什么就是你有什么就是可以让我就是为你唱个生日快乐歌是为什么呢？大脑飞速旋转中啊，对，是不是？为什么我给你？因为首先是这样子，我觉得哪怕你就是你这个生日 party 你邀请我去了，当时我在现场给你唱一个那都可以，因为我能分到一块蛋糕吃啊。因为我能分到这一块蛋糕吃，我吃一个，我吃口甜的，我给你唱个歌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坐巴巴坐的，我凭什么给你唱生日快乐歌？我最多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嗯。就是这个生日快乐唱不了，但是能唱一个就是那种
好汉歌你能听懂？好汉歌行不行？就代替生日快乐，就那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就这种的。能不能替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咱就来了一个平替，嗯，因为有朋友说为什么？有朋友说为什么那个什么？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就是要唱个歌？有朋友说已经回答你了。回家就有暖洋洋洋的灯光在期待，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哦，我喜欢。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就是没事就唱这个，每次到了单位这个年会的时候我必须要唱一句啊，而且人家知道我会唱歌，所以就把那句为了家人和梦想打拼那句一定要留给我，就这一句。家人心朝着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你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喜欢你啊，一定是给我这一句。行吧，嗯，行吧。刚刚有朋友说为什么要祝他生日快乐，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是吧？现在我们是家人们了，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咱这块就属于一个家人们了啊。行吧，哎，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我宁哥我睡了，困的朋友就睡觉吧，啊，就休息吧，好不好？然后呢，在这里呢，就是也希望就是困的朋友就是休息吧。然后年轻人能熬的，咱就陪我熬一会儿，一会儿我差不多我也下了，好不好？啊，也年轻人就是能熬的朋友们，就是熬一会儿啊。还得上班啊，没错，我们上班也好上学也好不都是为了俩字吗？活着。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嗯，有朋友说那个我凌晨三点睡，宁哥你呢？我凌晨两点钟，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寂寞的夜点燃空虚的夜，开始把心放空，你俩的
床单忘了收，每趟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我送，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 Baby, baby, that can be so beautiful, 只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所有的情节都失控。 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是早晨凌晨三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你晾的床单忘了收，每趟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凌晨三点钟睡是吧？我凌晨三点钟这个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嗯，咱俩就是属于两个感觉，就是你三点睡，但是我三点的时候头有点痛。有朋友说刚才说宁哥，我发现宁哥，我发现你唱功进步了，你是不是说反话了？你给我俩玩这个就相声这一块叫反正话，唱成刚才已经就是刚成那样是进步了是吗？就是也就是说我以前得有多次。我说宁哥，那你唱功下降了，给我闭嘴，不要在我直播间里讨论我业务能力的事儿，因为导致我就是影响我以后接 OST。 就说刚才那首歌唱出了丹东白愁飞的感觉。算了，没有伴奏，没有伴奏，没有伴奏。为什么会有一种丹东白愁飞的感觉？因为我就是一个东北人儿。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小桥枝呀月呀照人眠，小伙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他通红的脸，锣鼓声声正月声，爆竹声里落尽一地红，家家户户都点上花灯，又是一年好收成。的江水滔滔流了多久，像那游子一去不回头，姑娘含着眼泪孤单站在门口，一眼望断了多少个秋，大雪封门在送财神，烈火烧不尽心上的人，霜花满窗就在此良辰，我俩就定了终身。站在门口，一眼望断了多少个秋。有朋友说那个你这么唱歌不会扰民吧？给大家介绍，我这个小区里首先住的什么呢，都是这个住的都是艺人，大部分都是艺人，然后呢他们就作为同行，我觉得这个同理心这一块应该是有吧。吹的是卡祖笛是不是？在场有这么专业的音乐人吗？这个乐器在这个行业里
除非就是专门学音乐的人才能够了解。放相信刚才那个朋友，你这块对音乐的造诣我相信是非常高，知道这个乐器叫做卡祖笛。然后我也有，是那次我直播的时候弄展示了一下吧。当时这个听说那个现在就是我很多粉丝都去买了这个卡祖笛，回家就是开始学音乐了。哎，咱这个直播间有一种学习氛围，就是很多朋友看我吹完卡祖笛，自己去买了一个，回开始就是从一个卡祖笛开始学音乐，开始慢慢接触音乐了。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向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很多人有很多爱好，有些人爱看书。爱跳舞，咱这一块咱家这个粉丝属于就是一个爱音乐。嗯，然后家里他妈都崩溃了，是说咱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能不能就是别这么爱音乐，因为我估计谁家妈妈听这个孩子搁家吹这玩意儿脑瓜都疼啊。所以很多朋友为了追求音乐，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朋友真的是很刻苦，为了追求音乐只能在被窝里偷偷的吹。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都能热爱音乐，朋友们，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我觉得华语乐坛的未来有希望了啊，因为妈妈不同意不支持你学这个卡祖笛，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被窝里偷偷的吹。朋友们，就是在被窝里偷偷的吹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啊？朋友们，现场给你们模仿一下，就在被窝里偷偷的吹是这样子的。好像这个不太行啊。热爱音乐到一定程度了，我说这就是原本的声音吗？对啊，就是原本的声音，就是这个啊。很多朋友，我家朋友以前不知道，说管它叫做霹雳，给他起了一个英文名叫做霹雳啊，霹雳 ，P 是就是 A B C D E F G 里边那个 P 啊，霹雳啊。有朋友说因为这个跟邻居打起来了，跟邻居啊吵吵起来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在家吹啊给扰民了，这一块属于尽量是什么呢，尽量那就别太扰民了，就是你要是真正想喜欢爱音乐这一块，你就蒙两层被吧，好不好，咱们起到一个隔音的作用啊，是不是，你的邻居都搬走了的话，那就导致你的房价，你家房价容易下降啊。嗯，有人说听我室友吹了一个假期了，你室友也是爱音乐啊，但是他爱的不是一个正道啊。嗯，有朋友说宁哥，你这有朋友没叫宁哥啊，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做到的，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能够有那么多话可聊，怎么做到，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叭叭就一唠唠唠唠几个小时，然后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这个清冷，因为什么，朋友们，我孤独呀，我孤独
也不是啊，也不是，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跟大家，因为我这个粉丝非常的爱我，然后呢也非常支持我，从我出道以来就是给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看看我直播啥的。所以哪怕就算我后来就是从一个这个专职做直播的人，到了这个歌手这个行列里，又开始干演员，然后之后我也不放弃这个直播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之前最开始很多粉丝跟随我的一个原因，所以我直播这一块确实我不扔下。啊，因为这么说吧，因为我的粉丝嘛，就是首先我这块呢，我得直播嘛。另外是什么呢？另外是我的粉丝的确是。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散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哎，就是意思到就可以了。啊，因为我的粉丝可能也需要咱这块就是稍微有一些陪伴。嗯、啊。刚要感动呢，哪那么多感动啊，也没什么可感动的。行，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朋友们，那也这该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你们也困了，然后我也需要去休息了。那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然后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然后呢没事可以来看看我直播，然后也谢谢今天所有在我直播间陪着我，哪怕你看了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我也感谢你的收看，因为有你们存在，今天我有一个热搜嘛，然后也感谢各位帮我上的热搜，谢谢各位。回头呢，你们就是今天所有看我直播的朋友，可以到我的这个网店里领取一个5元的代金券啊，虽然我还没开这个网店啊，但是我都先给你们寄的啊，领取一张5元代金券，可以购买我这个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会的一个门票的一个自制啊，5元这个门票代金券啊，谢谢今天朋友的陪伴。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晚安各位。